对，可以。哎，离开快快。没关系，慢慢来。你听我，好，你往前。因为你斜掉了，你汤匙要靠在上面。你再往前一点，这样子。No， 前进，前进一点。对。然后靠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对，前一点。对，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对，对。可以。哎。离开快快！你等一下，整个人可以再前进一点。你刚刚有点被卡在桌角这边，直接靠在上面，靠一半。对，然后轻轻的。哇！好，对，还要对称。以下何者是香港的美声 A？ 东方宝珠 B？ 东方明珠 C？ 东方之珠 A、B、C？ 给我答案。B。B 东方明珠，来再来一个，东方之珠，哒哒哒哒，还是你把它决定了？好，然后称之为英国女皇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明珠，叫做东方之珠了吗？你不记得我那个部分罗大佑吗？有没有去过皇后大道东了吗？可以了吧？对，靠着它。没有，你要靠。对。看准，然后对，靠着它，完了，然后滑下去。完了，过得了。对。好，香港区旗上面的是什么花？玫瑰花、紫荆花、山茶花。好难哦。一点不难。山茶花。山茶花，恭喜答错，紫荆花。也只有去过三次。周星哲是弟弟哦，他是哥哥。好，来，其他不要，不要插嘴哦。香港知名的景点 A 兰桂坊 ，B 兰桂坊。好的，恭喜。Sorry， 来，皮子卡，给他们两个皮子卡，出发了，快走。Which one you like? Which one you like? Yeah, you can kill me, okay? Tell me. You know what? This is the key. Let me the book. Can I close your book? Mary, put down your pencil. Thank you. Okay, bye. Talking about. 没有人拦你。好久没有选过这个 tempo 了。来，十秒，各位快点选，快点选啦！投起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OK， 告诉我答案。不说完，请找一对夫妻喜。我看。对，对不对？差11票，差那么多。好，我跟你讲，好，我们就去找夫妻洗车。OK，Let's go。有限制吗？没有限制吧？夫妻吗？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到洗车的地方再去找夫妻。对，等一下，你们会有一个直播的时间，对，跟粉丝直播的时间，然后会有这两个选项，这是你们等一下要去做的任务，请粉丝帮你们投票这两个其中的一项，然后如果他们投的票数比较高的那一项呢，你们就要去执行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在。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忙，各位的帮助。我们有两项任务，对，我们现在需要大家帮我们投票，一个是养眼冰淇淋，一个是不老艺人团。被比出了，当然出发了，我们要快，加油，快帮我们投票，投票。知道我们也想快，但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时间花掉。大家都投冰淇淋啊？为什么？真的吗？我跟你讲，现在出现一个事情，因为我刚刚看的那间洗车店，它是比较空旷，那边比较少找到，会比较难找到人。下午时段，现在老公老婆都在上班。我跟你讲，如果我们运气好，就是刚好有一对夫妻在那边洗车，太美了，我们就叫他们先帮我们洗。两千多人，我看到不老艺人团了，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选不老艺人团。五分钟唯一一句，谢谢。好，我们现在任务就是养眼冰淇淋。对。那我们要干嘛？表演冰淇淋呢，就是你们要找有六块肌的。哇，太难了吧！然后裸上身拍个写真，这样。你中裸上身？这附近吗？
随便你们去任何地方找，要找两个人，两个有六块腹肌的人。那边有，这附近有海滩。会有没有？会不会？没有去。健身房，健身房，脚里会有，会有会我觉得是找。对，我们。找这个，而且先导航。我们先导航健身。那我们离开喽。我来找，找健身房。